The sky is the limit.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韩哥，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济投资理财顾问，也是 WTI 特约讲师。今天咱们来看一只在上涨趋势中突破前期高点的一只股票。这只股票的股息回报率竟然在惊人的 15%， 它就是新加坡股票 Samudera Shipping。从图表上来看，这只股票是上涨趋势，因为股价在绿色丝带上方。我们同时画出底部支撑线，这个线是向上倾斜，同时证明是上涨趋势。然后我们观察到这只股票的形态有 W 底的形态，也就是双底的形态出现，同时今天突破了上一波段的高点，表现比较强劲。目前的支撑点可能在 0.875， 也就是前期的阻力，下一个目标点可能在一块心理关键点位，然后去 dividends.sg 去查看这只股票的股息派发情况。你会注意到在今年5月份分了一次特别股息，把今年的股息回报率拉升到了超过 15%。 按照去年发股息的情况推测，希望在8月份还会有多一次股息的派发。我今天看到这只股票之后就发给客户们，提醒他们特别注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股票，欢迎留言或者私信我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找我开一个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账号，交易全球16个国家22个交易所的股票，开户是免费的，外国人也可以开哦。谢谢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